近年来的考古研究和相应的学科的研究成果已经充分证明，中华文明已经以连续不断5000多年的历史，中华民族在守正创新的同时，善于向其他民族、其他文明学习，能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、其他文明的长处。正因为如此，其他年代更久远、曾经辉煌的文明古国，都已成为历史沉寂，而中华文明岿然独立，长盛不衰。中国的历史从未间断。